们则说他可以接受马总统的模式，不想要比政党支持度。可是林卓水说，联合政府就是团队合作，柯文哲非玩这不公平的游戏。第三波民主改革是我们共同目标，它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团队协商，不是一个人算。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坚持自己的主张，要对方100%买单，这不是第三波民主，这也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。国民党已经跟民众党有一个共识，就是我们做民调，全民调。目前的差异只在做民调的内容跟规则，那我们持续的来努力，将来我们都会透过这样的协商精神达到我们台湾民主的改革。马总统是非常关心未来的选情，也主张蓝白要合作，他也支持我们的全民调。那马总统也尊重国民党跟民众党协商的内容，有一些人简化了马总统的讲法，这个全民调包含了个人、团队或者是相互的占比、互比、对比等等，这些马总统都尊重。我再一次强调，我们真的征询了非常多优秀的人才，像体育界啦、像科技界啦、新创界啦、学术界啦，很多各界的优秀的人才，但是因为太多太多的遗书之憾，那我们在持续的努力当中，我们希望这个过程是有充满亮点，对我们的总统、对我们的立委选举是有加分的。绝对没有大家传言的任何的政治交换，也不会有任何的利益勾结，大家请放心。